今天来这里之前，在后面一直听很多东西，然后听每一个东西都有同一个评语，就是没有白吃的午餐。有什么的训练，就有什么的成果。我不去说刚才那首献诗，我什么有什么感觉啊，诸如此类等等。但是一句话，大家一定同意，就是一定是训练过，而且训练的不少，才有刚才那个样子。板大唱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这样说？你如果不好好去训练他，他就是这个样子，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但是如果你去好好训练他，他会有点东西出来。看那个训练的时间、训练的精神，跟训练的人的用心。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出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什么？有份。给了玉珠之后，我以为我这个人蛮爱开玩笑的，我就马上后悔了，会被别人以为是那个份。后来想想，没有关系了。如果你以为是那个份，就那个份吧。有份，我告诉你，今年我们的清楚明白信耶稣，很早就去呼吁要开班了，要开班了，请大家来上课。无论你是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都欢迎你来。结果。竟然有36个人来上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历届都没有这么多人。看到36个人开始的时候是蛮高兴的，后来的时候，当我再看看内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因为36个里面大概。绝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因为都是白人大厂的。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其他的都是。我心里面就想，如果这些人已经这么多这么多已经信主了，我的内容是不是要整一下，不要？这么步道性的，说不定还要有点培灵性。就是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大家坐在一起，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有很多分享。而且，就算你是基督徒，或是你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这群人如果非常有诚意坐在一起谈谈，还非常有意思。果然，不负我所望，果然很有意思。而且每一个人参加的这个班，所谓班，其实我也不晓得叫他做什么，真的很有心。而且进来之后每一个人都准备得好好的。我不应该说每一个人，我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准备得好好的。而且他还希望当他分享的时候，可以造就旁边的人，无论那个旁边的人已经信主或者没有信主。都可以蒙造就，我觉得
这是不是开始的时候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呢？还是绝大部分的人这样想？后来我才应该是绝大部分的人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他们准备的那个好的程度，对不起，好，我这样说有点自大，就是他们准备的好的程度都不亚于我，都准备的好好，而且呢差不多要举手出来讲话的人特别准备的更好，因为他不想浪费其他的人的时间。九点钟开始到十二点钟是个蛮长的时间，中间我们有吃点东西，有喝喝咖啡聊天，但是除了我之外还有太多其他的人在准备，我们是举手讲话的，你有话要讲你就举手，然后呢起来先要读一段圣经，是我们那天的课程，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课程，读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分享，或者你可以问你想问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几个礼拜里面，第一个非常真实，我非常非常享受每一分钟大家在那边聚会的时间。虽然有些话有人可能会有点情绪，因为人都有情绪啊，除非那个不是人，不然的话都会有些情绪，但是那个情绪过后之后是一个非常非常和睦的非常亲爱的一个，我本来想讲一个形容词，后来我觉得那个形容词有点不实在，所以我撤回来。我本来想哇再没有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一个这么有爱的团体，后来我收回。为什么我收回了？因为我去过很少地方，我不是去过很多地方，我不能以偏概全，所以我只可以说我不太容易去找到一个这么有爱的团体，我不能做比较，因为我看的不多。实在在里面那种爱是非常非常自然就流露，大家都希望旁边的人，希望对面的人，希望希望希望。里面实在是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但是他们很凑巧都不是我们的团员，是从外面来的，那有些是有人介绍来的，但是不是我们的团员，真的不是我们的团员，我就对他没有这么了解。如果你已经在这边很久的话，我大概知道你的来龙去脉。譬如说今天上来献诗的人，每一个人的声音我都熟悉，郑中玉大概是这个声音，他在这边的时候用麦克风，我大概会推到哪一个 level 给他，我都不用试，我大概就知道了，因为都熟悉。那而且非常庆幸的，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四个字去形容，就是越唱越好。你们的程度我敢说我都知道，而且我会越来越知道，因为 你越来越在这边唱得多，看到你进步真的开心。你看到你的自己人，对不起我这样称呼你，你的自己人越来越好，唱歌越来越好，还有一样做人越来越好。不要说我是这里的长老，我就在不是长老，我是你的朋友，我也觉得开心的不得了。
上次说在大家合唱的时候，我认得每一个人的声音，有点过分了，但是我认识大部分的声音，而且你的声音的特色，甚至于你的毛病在哪里，我大概都会知道。在那个麦克风很靠近你的时候，我大概会避开你一点点弱点，然后把你的强点希望可以把它显出来。这是不是我有多厉害，而是这是我的责任，你负责这个事情，当然希望它做好。平常我都在后面，我都是带一个 iPad， 因为帮大家控，但是现在这个机器越来越不听我的话，我常怀疑是不是他听葛振中的话比较多。有份，这个有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真的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都可以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看不到你，我会觉得很自责，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这次我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去恳求他们。恳求他们件什么事情呢？我说，这次如果一个人都没有信主，那个台语叫做共孤，广东话叫做吃白果。什么叫吃白果呢？你去赌马，赌十场，你一场都不中，那我们叫做广东人叫吃白果。那台湾人说叫共孤，对不对？我说我希望这次不要共孤，不要连一个人受洗都没有。那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明白，因为36个人来上课，大概全部我们认识的白人大唱的都是基督徒，连只有一个不是，只有一个不是。我不要说他的名字，这样有点不道德。那么我的眼睛一直都不敢看他，因为免得给他压力。那个人还有点敏感，那你瞄一下他，他就很敏感。但是我是真的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就这样，其实神对每一个灵魂他都很重视，更重要是那些失落的灵魂，很可能他不会信主的灵魂，所以主耶稣才撇下99只羊，去把那一只失落的去捡回来，去找回来。这个其实都是那一个道理，希望不要人落空。今天在这边我会重复很多我上课的时候强调的重点，那你就发觉我每一堂课都强调一个重点，一个重点。我上课的时候没有说，但现在已经上完课了，就可以说说。譬如说，来下去看看，人非有幸啊，不是我们习惯，就是这个东西一出来呢，就有人会一起来念。今天不要一个人念，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人非有幸，来。
这是头一堂课要读、要念、要背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这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跟神，或者应该反过来讲，神跟人说的第一个游戏规则。有很多人的规则会是这样。如果你是真神，你什么都能的话，请你让我信你就好了嘛。但是他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当然是他说了算，他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得神的喜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喜欢你。他不喜欢你，你就没得玩，因为规则是他定的，所以一定要按他的规则来玩，不是按我们的规则来玩。如果我们的规则来玩，就如果你是神，你什么都能啊，那你就让我信你就好了嘛，这很简单啊。但是不是他的规则，不是我们的规则，是他的规则。你一直听我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讲话。当我中风之后，我有个问题，不晓得你有没有常常发觉，我的 subject 跟 object 常常反过来。有的时候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哎，你会觉得荣耀为什么讲话有的时候颠三倒四，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生病完了，他就这样了。说不定神觉得他骄傲了，给你捡一点东西，我不知道，我乱讲哈。所以第一个规则，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规则去玩，这个就是神跟人玩的第一个游戏规则，你不能不遵照他。所以这个一定要守，没得。玩别的，好，下一条，来吧。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你们的神真的是很哑巴，都要信他，信别的不行，他的规则。就是这样，他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你要跟他玩，一定要按照他的规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得讲我们的道理，所以就是这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去查那个圣经的原文，灭亡跟永生。永生大概知道怎么解，灭亡的解释，他用了一个原文，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叫做 apolumi。apolumi 是什么意思呢？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永远受苦。如果一个人死了都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死就死吧。但是他的解释，灭亡的解释就是有感觉的，永远受苦。有人说这是火湖的火一直在烧我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才是最贴切，但是就是苦到最难受就对了。我们看到那些人不信耶稣。我们就信不信，随便他啊！我们怎么能够勉强了？这个意思就是，你看着他去那个地方永远受苦，你不拦阻，你也没有告诉他不要去那边，你就好吧，你喜欢就去吧，是这样吗？这样叫爱吗？都不需要我讲。为什么那些人不信主，我这么紧张，然后苦口婆心，然后威迫利诱，什么都出了，
因为有反面的东西在那边，下面一条。这个是蛮好玩的，来，我们。好，有些人的运气是好的，常常都碰到好东西；有些人的运气没有这么好，常常都常常都碰到不好的东西。那有些人看到荣耀就不要信主了，你看他还信得不错啊，自己中风，老婆又这个样子。哎，真的有些人这样看我啊。不单单这样看我，还看小文，我真的很替小文不值。那刚刚举到两个例，都是我们这生病的人。其实你想想，你就知道了，谁保证可以不生病啊？人人都可能会生病，好人坏人都会嘛。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就不一样了。管你运气不好，但是你可以去面对那些东西，把那些不好的都变成好的。你非常可以告诉人，情况好跟不好，我还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去面对，这就是我的免疫能力。我常说一年可以骗你，两年可以骗你，22年能骗你吗？不能啊。那百人大唱已经23年了，你看这群人每一年都在这边这样快快乐乐这样去做一些他觉得生命中他值得做的事情，你的人生还可以求什么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不是他运气好还是不运气不好，是因为他爱神，他就可以从那个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效力当中去支取神为他准备的益处。这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好运坏运我们是不可以控制的，但是刚才那个万事互相效力，爱神你是可以控制的，那就不一样，人生就不一样。再下去，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那句英文是比较古典，For the Lord thy God am， 它不是 is 或者是 are， am a jealous God， 神是祭邪的神。这个讲到什么东西？讲到呢，大家认识钟启龙对不对？钟启龙从温淑娟，温淑娟是先进来的，后来钟启龙进来，然后钟启龙进来的时候呢，淑娟就跟他说，你去唱歌可以，千万不可以信耶稣，我不跟你玩这种。后来呢，两个都进来了，是淑娟，是启龙建议去信耶稣的，不是淑娟建议，是启龙建议信耶稣的。那为什么启龙以前对于这个基督信仰这么感冒呢？因为他有一些同学是那种在操场拿个白布，我是罪人，那种大家明白吗？那启龙就
很讨厌那些人，那基督徒干什么这样，常常说自己是罪人啊等等。那还有一个关卡是钟启龙解不了的，因为钟启龙的妈妈很喜欢去逛庙，然后呢就听说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可以带老人家去逛庙这样。然后钟启龙就问清楚，这个我还能不能陪我妈妈去旅行啊，去逛庙啊？那我说这个非常容易解决，你去逛庙去看看风景，去陪陪你妈妈，还是你觉得那个菩萨可以保佑你？他说大概菩萨啊，我是不信的啦，但是陪陪妈妈去，我是他的儿子，我不陪他谁陪他？那我说你觉得那个有法力吗？没有法力。那说如果这样就没有问题啊，去，他只是个偶像，跟其他的偶像没有什么分别，就是这样了。拿香行不行？为什么要拿香？周连华牧师讲了一句话蛮好玩的，他说香就是中国人用的，花是外国人用的，那只是大家的习惯不一样，他拿这个你拿这个，你如果觉得那个花可以保佑你，你就不可以拿了，那如果这是不是问题？你知道对面有个观音像吗？七号公园一开始的时候，然后这一栋礼拜堂那个教会是非常反对，就那边绕七圈啊等等等等，周牧师就建议，他说那边有个观音像，其实这个也可以弄个关公像啊，大家弄个东西，大家当它是一个什么艺术品还是什么品我忘了，就是好像关公啊这个等等，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啊，你不要把它神化了，神格了就可以 OK， 不讲这么多了，因为有些人太忌讳那些东西，你如果觉得它根本就不存在，你就没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在考虑我要不要讲这个事情，还是讲吧。周连华牧师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很多所谓好的民间信仰，那些邪教不要讲哦，那些拜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拜到很多淫乱那些，我们不要讲那些哈，就是一般的那些所谓劝人向善的那种宗教。那周连华牧师就讲了一句话，我听了就非常吃惊。后来我想我有没有记错，我就打个电话给周牧师问他，我说周牧师你是不是曾经这样说过？他说说是我真的这样说过。我说我对外说是你说的行不行？他说行啊，本来就是这样。什么呢？他说一些好的宗教其实他们都是指向上帝，只不过因为它是量的不同，变成值的不同，那它是永远不行。那个除恶行善是不是好东西？
但是当然行啊，是是啊，但是那个除恶行善能不能到达耶稣那边，他一辈子都不能，因为只有神的独生子这一条路可以去。你本来是量的不同，但是你永远都不能到达天国的话，就变成是值的不同了。所以你信这个，你永远都达不到天堂，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他从量的不同变成值的不同，所以这个不同呢，你就永远变成永远都不行，而不是只是好人跟没有这么好的人而已。这是因为他不可以，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除了神之外，除了耶稣之外，其他的没有一样可以，所以他是独一无二。所以基督教是一个排他的宗教，除了他之外别的都不行。为什么排他？因为他是这样，你不能不说。你只有一个爸爸，你就可以认这个爸爸，你不说这个人还不错，这个叔叔也是我爸爸，这不行，因为他不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好，在下面，哦，对不起，我又讲一下这个 jealous。神是忌邪的人，如果你认别的爸爸，他会不喜欢你，这个绝对不可以。你是用别的爱去爱其他的人可以，但是不可以用爱神的爱去爱他，这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他是一个 jealous God， 他是一个 jealous， 大家知道 jealous 什么解释吗？对不对？那你不可以用对神的方式去 对他，因为他妒忌，不可以，这个绝对不可以。就等于我们人的爱是不是很好啊？你能不能多爱一个老婆？你当然不可以啊！你爱多一个老婆，你就知道那后果是什么。好，下去。哦，这是主导文，我相信我们这边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背啊。如果你不会背，就慢慢把它背起来。还来。如果今天荣耀告诉你每一句都是很深奥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把主导文把它讲清楚讲一遍的话，大概我需要用太多时间，所以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讲了。就是有一半真一半假的，那半假的就是其中有些我不会解，因为有些不是这么容易解，要把它解到很清楚，连你自己都说服自己的话其实要一点功力，要查蛮多，不单单是圣经，还有别的东西。那当然我的功力就只可以讲到这边了。好，下面在至高之处好，刚刚上个礼拜师牧师才拿这句来讲，这句也是在那个清楚明白信耶稣的里面的一个 一定要读的一个课程，这个跟有份也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不是他喜悦的人的话，就没份，这个东西跟你没份，没份就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他，不属于他，所以一定要有份，一定要进去。
为什么再讲一次？我这么紧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因为每你中每一份，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是没份的。所以有两个人本来有一点点想受洗，后来我们的时间安排，今天他不行，然后我说可以啊，改天可以，但是今天本来是安排主安之家受洗，那你不可以，我们就不能在今天洗，那看看别的时间凑一个大家都可以的时间。我不晓得他着不着急，我希望他着急，因为有的时候错过了一个机会，你就不晓得什么时候那个机会才来。上个月跟世奇的妈妈实习，说真的，如果你问我，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我们谈谈谈，然后荣敏跟你说的，对不对？荣敏是我们以前同期受洗的一个团员，那就一直催世奇说，你就快点啊，你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就等等等等。后来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这样算吗？我不晓得他有没有问，我是有问，这样算吗？我不知道，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算还是不算。但是如果那天不做，万一他算，我们就少了这个机会了。所以那天我也觉得真的蛮有圣灵的同在的。那因为他很明白他妈妈的情况，不是这么容易就我还算个陌生人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在他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时间突然说要帮他施洗这样、啊、但是那天那个情况真的是顺到我跟周牧师两个人一起去到那边，就是你我可以说，就是我不能想象有比那天更顺的可能性，所以一切的东西然后就水到渠成。然后就他妈妈本来不是太可以表达了，那天就说了很多次好，还是说了、啊、我已经忘了，我脑袋也差不多，很可能就是你也看到我着急，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机会一过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再有机会。所以如果大家有朋友有团员有谁有谁，我不介意特别去上课，特别去谈，或者约什么时候、其实只要大家觉得可以，圣灵在我们中间我是 OK 的、啊、这个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意思说如果神不喜悦你，你就没得玩。神怎么才会喜悦你？你听他的命令，守他的诫命，他就喜悦你。其实一切的源头都在耶稣。下面还有吗？还有哈，来。哦、oh.。一切的诫命的
总纲。其实神的道理，圣经新约旧约很长，也说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那个总纲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爱神，第一个是爱人，然后 跑不出这两个。容易做吗？你说它容易也容易，你说它不容易它也非常不容易。其实每分钟我们都在这些爱人爱神里面，在传爱之家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里的。对不起，我 这句话是 在圣经里面不及格的。我常常都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爱的很自然，真的爱的很自然。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些闹得不太愉快。那么，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不愉快的。后来我就讲了一个笑话，不是因为我讲了这个笑话那个不愉快就不见了，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愉快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所以趁个机会哈哈哈，然后就没事了。而且没事了之后，我看到真的是没事。这个没事，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意见，是不愉快的，是不美的。所以当然要抓住那些美的东西，把那些没有这么好的，就把它放掉。其实，人，不要说信主的人，连不信主的人很多都是蛮聪明的，但是你只需要点一下，通了，它就自然通。我在这边我不晓得要谢谢多少人，比如说将军，将军你看他平常，都很严肃，其实他随时的准备一些非常好的教材，在他那个军旅生涯的故事里面，随时随时就会出来。而且我觉得他来说比我来说好一百倍。有的时候人跟人相处是非常特别的，当你觉得很顺的时候呢，那些很顺的东西就一个一个一个出来，然后那些人的交往呢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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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哦。所以我刚才说那个课程哦，是里面非常非常美非常舒服的一个时段。我看到张慧纯大家知道吗 ？Auto 哈，然后他每次来来上我用上课了，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时候，他都很认真，而且你看他的眼神都知道他听东西都非常 catch 这样抓进去。那有一次有个人在我们门市就哭到没有办法。那艾琳就买咖啡的时候就把他带进去，那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带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进来，
然后哦，原来他那天遭遇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东西，他就进去，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第二次啊，去做礼拜的时候，他才来了，我就介绍给小文跟正中，因为他家里有一些小孩的问题，他觉得很困扰。那其实也没有这么绝望，那个结也不是解不开。那当你有信仰做你的钥匙的时候，很多东西就莫名其妙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真的不能轻忽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影响跟力量。尽心尽意爱主，其次也是相反，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我再说一遍，它有两个解释，一个是爱人如己，爱人好像爱我们自己，另外一个解释是爱人 as well as 爱自己。什么意思呢？既爱人也爱自己。有些人你觉得爱人他做得不错，但是他就不够爱自己。你要懂得怎么去爱自己，因为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还会不会有人来受洗，如果有的话，请大家用12分的热诚去欢迎我们传育之家又多了一个新团员啊、新会友啊。那我也不知道另外那位他会在传爱然后继续观看一会之后他就会受洗或者诸如此类等等，我都不知道。这些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交给神，看看他怎么带领。